哇，这个太夸张了，我打谁都是平推过去的，太变态了。没有操作可言，纯靠狗运。我爱联盟战旗 S13， 不是，是 S12。哇，来这一只哎，感觉这一只才是大哥哎。不管啦，直接做。此时不做，静待何时？维嘉是什么垃圾？走。装备局，好好好。第一名1000，第二名800，第三名600，老七老八，随缘吧。我觉得不要给这种压力啊，因为排名我们不能控制。我觉得你要抖内我的话，就看你的心情吧。你心情好就给我钱，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也没差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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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啊！吼吼吼吼吼！主播有留意石油杯吗？没有，没看过，不想看，我只想打游戏。阿华
还记得我妈对了话说啥时有加班卡？等我加班的时候就会加班，现在还没有，别急。不是你们问主播什么时候有加班台，什么意思啊？但你们要主播自己去预计一个时间给你们来干我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做了？不可能的呀！笨笨笨。请问主播对阿卡毕业有什么想法吗？有什么想法？不是很正常吗？人根本人本来就不可能一辈子在做同一个工作的呀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看开一点吧，兄弟们，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。挺好。可能是奶猴这一把。Monkey! 一次性的，一次性，没有的，你就直接存到160多块，他都会直接送啦。然后送完之后，你拿那160多块去升级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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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干，现在拿这个会不会太晚了呀？这个其实可以拿，哎，可以做那个30项鬼。要了吧，也是可以直接做这个也可以。装备有，我们前两个，第三个感觉得拿点战力。我刚才有点想拿魔法弯刀的，魔法弯刀其实也不差，不过辛朵拉这个阵容好像也不太需要魔法弯刀。哦，干，对不起，主播是猪逼。感谢丙丁大，兄弟们。感觉直接再多一个10项鬼。哎，直接拉了。这边需要第一个恶心猴。最后一下，没有猴，我去！冷静，不要上头，冷静冷静。
卡玛瑞控，还有摩根娜，快来我身上！会不会很贪心啊？卡玛摩根娜，再来个瑞控。 father。第三件装备可以做，其实可以做两把青龙刀，点刀也行，红 buff 也行。My place is at the top. 这么难抽啊！没有秘密，七十。 应该不会吧？只有三之二会出啊，一转就赢。咒语师大礼包，咒语师徽章四咒。我感觉拿战力吧，这些就不拿了。战斗绷带应该 OK 吧？哦，干这个好像不好哎，因为我这个装备都是一样的。 干，感觉可以上七再上八再低耶，数量不是特别多。我上八还可以再放多一个保护者，找卡玛，上八。两星卡密尔，我操！ 不要啊！两星卡密尔在毁灭这个游戏啊，哥们！牛逼！他还要那么多件装备，我服了你，兄弟。 低能。阿华安安，安安，谢谢阿海，谢谢16个订阅。
哇哦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？收给了威呀、啊，收给了威呀、啊。可能是挂猫咪好一点，刚刚单挂猫咪，不过无所谓。这边做个红 buff 给卡玛，蓝 buff 红 buff。学者感觉真的没用。我以为学者是那个什么全队回魔的那个羁绊，看了一下只有学者才能回。啊！来不及啊！我想要直接和那个火甲。早安，国华，我刚下班。早安，紫恋恋，上班辛苦啦。谢谢你的85个月订阅。老干妈环节，70 70 70 70，你看这种老干妈才是真正的干妈，没在靠杯靠小的，你们天天在那边唧唧歪歪一二一二，学学人家好不好？干，怎么有巨龙啊？谢谢追浪儿，感谢27。开心女人，卡你狗头，妈的嘞！迷你迷你买你么？迷你迷你买你么？
啦 ，mini mini mini 妈妈妈，啦啦啦啦 ，mini mini 啦啦啦啦。我们感觉要红 buff 啊，没降智愈啊，需要一个红 buff。这把真的是太狗晕了，这一把完全没有技术可言，可想而知这个版本是多么的扭曲。需要操作吗？不用啊，来张辛朵拉，来个猴子就吃了。买买买买买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没意思。感谢马铃薯，谢谢订阅。投降吧，地球人！你们已经被我外星人接管比赛了。哇，这个太夸张了！我打谁都是平推过去的，太变态了。双杀，没有操作可言，纯靠狗运。我爱联盟战旗 S13， 不是，是 S12。那吃鸡一点都不开心，他妈的，这是狗运游戏，纯狗运游戏。